无垢剧团的作品《观》今年要展开世界巡演，第一站就选在高雄。而这出戏去年在台北发表的时候是一票难求哦。不过高雄明天晚上开始要演出两场，但是票房到现在只卖出了50%。高雄市政府赶快推出票价5折的优惠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观众。 舞者的身体看似静止，却在缓慢的时间里形成一股流动。动静柔和的画面中，男舞者扮演的英族巧遇了美丽的白衣神鸟，勾起贪婪欲望。这是世界当代八大编舞家林丽珍去年才在台北发表的新作《观》，透过无垢剧场舞者的肢体以及深远多层次的音乐。 23号晚上开始，要让高雄观众在观赏时也达到内观的心灵洗涤。当我们把所有事件都放慢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就像是一放大的显微镜一样，这世界所有的生命变成是一个有空间的，它的时间还有非常细微的情感，就在我们的周遭里面一直在发生。 观剧当初在台北首演时，一票难求。今年剧团要展开世界巡演，首站便移师到高雄，也是难得有义务活动巡演首场选在高雄。不过已经到开演前两天，票房还是只有50%。一般民众其实非常踊跃参与所有的艺文的活动，只是售票的演出场次多半都会比较有限的观众群来支持。 那这一次观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演出。我想是在鼓励南部的观众进剧院去了解、去学习。为了让南台湾更多民众感受舞蹈剧的魅力，高雄市政府已经特别补助票价，推出购票全面5折的优惠，希望这一出观在世界巡演的头两场能够座无虚席。记者王一思、蔡明孝高雄报道。